庄 X 室友说他爸是开公司的，我一看照片，哟呵，这不是我爸吗？见过偷东西的，没见过偷爸的。军训三十六度的大热天，所有连队都在树荫下休息，只有我们连队在被迫站军姿。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我那爱装 X 的室友程可心。我们在大太阳下训练。 他坐在树荫下，吹着小风扇，指挥着指挥那，自认为专业的说：“我们动作不到位，不如其他连队。好家伙，可以说我们是一众连队里动作最标准的，就连我当司令的老爷看了都该夸我们好样的。偏偏我们教官是个势利眼。” 一得知陈可心家境好，和辅导员关系好，就上赶着舔她。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他说不行，那就练，往死里练。而得到辅导员特批，陈可心根本不用参加军训，喜滋滋看着我们流汗。一起训练的同学们也都任劳任怨，没有半句怨言，只因为陈可心他爸是大老板。 有钱，他说到时候能安排同学们去他爸公司实习。从同学嘴里，我才得知程可欣家里是开公司的，在没开学前就请辅导员吃过好几顿饭，送过好多次礼了。本来还想着我爸也是开公司的，我们处好一点可以有点生意上的往来。笑死，人家根本看不起我。 最后偷偷骂我土包子，在导员面前说我坏话，说起导员那简直恶心他妈，给恶心开门，恶心到家了。当代大泥腿子，程可心装病请假逃军训，他一口一个可心同学，要不要去校医院？身体是大事，老师送你去。我真的得病，肚子痛得脸都发白，向他请假。 他反而怪我抹粉装病耍滑头，让我多向陈可心学习学习。不仅成绩好，而且人处事周到，从来不撒谎，真给我整笑了。就因为陈可心是关系户送过礼，你就这么昧着良心夸他？那我爸还给学校捐过楼呢，校长都对我爸点头哈腰的。 按理说，我不得提前预定个名誉校友的称谓，他估计得把我供起来。我默默咽下了这些话。我爸是个老实人，从来不让我在外面过度张扬。他说：“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本本分分做人才能走得长远。”于是我在学校和普通人无异，谁都不会想到我是个富家千金，还是富得流油的那种。 明晃晃的日光照得我头晕眼花，别的连队都解散去吃饭了，只有我们还站在这里。小可怜还站着呢。一阵低沉的轻笑声传入我的耳朵，我抬头一看，是景宋，我上辈子、上上辈子乃至永世的冤家。景宋，你别太得意。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。 小心！我告诉景阿姨，你欺负我，把你腿敲坏。他欠欠的把我头上的帽子往上顶了顶，给我摆了个鬼脸，吃鸡腿去了，馋死你！说完，我的肚子咕的叫了一声。他捏了捏我的脸，笑出了声。这时，陈可心一扭一晃的走过来，真不怕把腰扭断。他狠狠的瞪了我一眼，嗲着声。 景宋哥哥，我们去吃饭吧。他伸手要拉景宋的胳膊，被景宋眼疾手快的躲开了。程可欣给我放下一句狠话：认清你自己的身份，土包子，别想勾引我男神，他看不上你。我，你看他倒贴我，我要不要？看着他俩并排的背影，我心想：他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 景宋眼睛是被祥护住了吧？我对着他俩的背影比了个国际手势。一想到这才开学一周，景宋就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男神，这简直比我被当成乡下来的土包子还难过。临走前，景宋给我手里塞了个东西，冰冰凉凉的，该不会是他嚼过的口香糖吧？我张开手一看，是冰凉贴。 算他还有那么一内内良心，我们总算解散了。我带着饭从汹涌的食堂大军中突出重围，刚到宿舍门口，准备推门进去，就听到程可心在说我坏话。钱多多也太穷酸了吧，连个肉菜都吃不起，只能可怜巴巴吃点青菜。你们说我要不要大发善心，给他添点伙食费啊？ 穷到吃不起肉菜，我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饭，一份炒玉米粒，炒西兰花，一个鸡腿，确实挺清淡的。但我那时放假在家，鲍鱼、海参、各种甜品吃多了，一个假期足足胖了十斤。我妈是个十足的窈窕美人，实在看不下去她大闺女胖成球，便给我找了个私教，给我搭配饮食。 私教让我严格按照食谱控制饮食，在他眼里成了我穷的吃不起饭。他这么穷，居然叫钱多多了，笑死我！好土，不如叫穷多多吧。宿舍里爆发出一阵笑声。我的名字是可以被随意拿来嘲笑的吗？钱多多怎么了？多吉利！我爸说我是家里的福星。 我妈说，她生我的时候难产，差点死掉，就因为我的一声啼哭，把她从鬼门关里拉回来。我爸心疼我妈，就让我随了他的姓，盼望我幸福多多，快乐多多。就因为我出生叫了这个名字，我们家简直跟开了挂一样，日进斗金。从市里不起眼的小公司，不到五年，一跃成为市里的龙头企业。 连我爸的生意伙伴都夸我的名字有福气，他陈可辛是个什么角色？对我的评头论足。我推开门，正在讨论的三个人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继续讨论。只有乔宁戴着耳机，一言不发。我把饭盒疼得往桌子上一放，他们安静了不过三秒，又咧咧嘴开始了。我实在没力气和他们争辩了。 干饭，先干饭，饿死我了！我正吃到一半，程可心突然大叫一声：“什么味呀、啊？你们闻到了吗？谁身上的？真臭！”说着，他就拿起香水到处喷，尤其集中火力对着我。我饭吃到一半，都喷到了我的饭里，这还怎么吃啊？我是一点臭味没有闻到。 反倒是他劣质的香水味，闻得我头疼。我把筷子一扔：“程可心，你什么意思啊？”程可心坐在上床，居高临下看着我：“没什么意思啊，就是有些人身上有股穷酸，掺杂着骚狐狸的味道，熏到我了，就知道勾引男人。”他低声嘀咕。我翻了个大白眼，真给我整无语了。 这我要是还听不出来，真是白活了十几年了。暗戳戳说我勾引景宋，我和景宋幼儿园就认识了，从小打到大，我俩妈还是好闺蜜呢。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学校上学，她就跟在我身上装了追踪器似的。到了新学校，我不想声张，见了装作不认识她罢了。在她眼里，说句话就叫勾引了。 那他知道我和景宋是青梅竹马的关系，不得气疯。我和景宋就是普通朋友关系，请你不要污蔑我。我咬着牙，一字一句道：“陈可欣鄙夷的笑了一声，笑死我了！你什么货色也配和景宋做朋友？他可是景家的公子，我气不过，对他，我还是钱家的公主呢。” 而且我说的是事实啊！程可欣听了我的话，笑得更张狂了。哪个钱？没钱的钱吗？我火一下子上来了，是打到你骨折前管够赔的钱。乔宁摘下耳机，冷眼看着程可欣，午休时间不睡觉就滚出去。程可欣弯了我俩一眼，都是些没素质的土包子。 乔宁把手骨捏得嘎嘣响，程可欣害怕的拉起床帘。这个宿舍唯一对我没有恶意的，大概就是乔宁了。听他们说，乔宁在高中打架就很厉害，没人敢惹，冷着一张脸，特立独行。程可欣欺软怕硬，也不敢惹他。乔宁看着我大大的笑脸，点了点头。天呐！ 帅姐姐，我好爱！我把剩下的饭收拾扔到垃圾桶里，却发现了垃圾桶里我开学送给他们三个人的见面礼——我妈亲手调的香水，又是无价的那种。开学第一天，我是一个人搭出租来报道的，因为我和家里闹掰了。我爸非要开着加长版的林肯，带着我家十几个阿姨去给我搬东西。 整整给我整理出十来个箱子，拜托呀，老爸！我是去上学，一星期回来一次，又不是在学校定居，这么多东西往哪里放？平时一贯教育女儿简朴,朴朴素的人，怎么一遇到女儿的问题就彻底丧失了理智了呢？我一气之下，拎着我的三个皮箱，独自搭出租来到学校。 因为东西太多太重，自己没有办法搬上楼，好心的司机叔叔帮我把东西搬上去。我到的时候只来了几个人，看着人都挺和善，我挺高兴。没过多久，全部人都到了。司机叔叔操着口音，妮儿全部搬完了。好嘞，谢谢您，我多给司机叔叔发了一百块，我特别感谢叔。 要不是他，我得累死在路上。没想到这一幕被陈可欣看在眼里，他认为司机叔叔是我爸，明里暗里嘲笑我穷酸。父亲就是个目不识丁、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打工仔。我反驳他，他只认为我好面子、狡辩。就连我哪一个假期一针一线做出衣服，都让他贬低的一文不值。 他说：“这种老掉牙的古董也好意思穿出来，说我是哪个村沟沟里出来的土丫头？他是眼睛瘸了吧？这可是刺绣，我奶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制衣能手，这衣服花钱也买不来。哎，那都是我奶对我的爱，不是正式场合我才舍不得穿。你可以说我人和衣服不搭。” 但你不能说我奶做的是垃圾，反倒是他桌子上放的那款包包，一看就是假货。我故意夸张：“哇哦，你的包包好漂亮啊！”他得意的挑挑眉：“没见过吧？这是 LV 新款，全世界只有一款，有钱都买不到。”墙头草是有附和道：“可惜你家真有钱，好厉害呀，是吗？” 全世界仅有一款的那个不是我妈被厌了，送给阿姨买菜了吗？怎么是买菜阿姨也被厌扔垃圾桶，被他捡回去了？我凑过去打量了一下，好厉害呀！这个设计款连线头都这么个性，纹路都扭曲的别具一格。他这连高仿品都不算，做工极其粗糙。周围人都安静了。 程可心涨红脸，把包藏到背后。你眼睛有问题吧？哪里来的线头？不识货的穷鬼！我我柜子里的名牌包都塞不下了，我不识货。我没有继续与他争辩，我不想开学第一天就与人交恶。我拿出我妈调配的香水送给他们。我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调香大师。 为了开学和大家处好关系，我特意提前找到了同宿舍其他四个人的照片，让我妈百忙之中根据他们的气质调出了不一样味道的香水。平时我求着我妈都不一定能得到这个机会，外人更是一香难求。没想到陈可欣看都没看一眼，喷了一下，说是劣质香，难闻。 随手就扔桌子上了，我觉得挺好闻的呀。有个女生道：“陈可欣撇了撇嘴，没品味，几块钱的烂货罢了。”那女生低眉顺眼，再没说话。其他人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不过都乐乐呵呵的收下了。我以为他们是真喜欢，没想到如今这些倾注了我妈心血的东西，就冷冰冰的躺在垃圾桶里。 说不寒心是假的，但想到好东西没有糟蹋在他们身上，也算是幸运。山猪吃不了细糠，我把香水从垃圾桶捡出来，拿回家给我妈，让她改进改进，做款新香吧。程可欣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曾经看不上的东西，日后她会为此会抢破头。中午被程可欣祸害的我没吃饱饭。 本来就不够吃，还被我倒了大半。我在朋友圈发文：“好饿呀，哭唧唧。”JPG，底下一堆损友晒他们吃大鱼大肉、火锅的图片。这对于一个减脂期的少女来说，简直是要命。这还不是最令人气愤的，景宋这个老六直接给我发了段视频，他在喝汽水、撸串、吃麻小。 他怎么这么恶毒，给我发这样的视频，气得我写了五百字的小作文骂他。一个中午被香的没睡好，下午继续训练，我饿的前胸贴后背。报告！一声洪亮爽朗的声音回荡在连队内。我抬头一看，是景宋，他来干嘛？报告教官，我找钱多多。我找我干嘛？ 一道凌厉的视线落在我的身上。程可心坐在阴凉处，手里的帽子都要揪坏了。在景宋的软磨硬泡之下，教官同意我出去。走前，我不屑地看了一眼程可心：“你男神来找我了，羡慕吧？”景宋把我带到角落，偷偷摸摸把手伸进衣服里。他不会是要从兜里掏炸弹吧？ 我谨慎的后退一步，他从怀里拿出一把裹得严实的烤肉，拿出的瞬间就把我香迷糊了，还热着，快吃！我捧着一把烤肉，刚要下嘴，又放在他嘴边。他揉了揉我的头，难为你个小没良心的，还想着我。他刚刚张嘴准备咬，我抽手喂到自己嘴里，你准备吃。 看来是梅毒，景宋，我大快朵颐起来。对不起了，我的肉肉，对不起了私教老师。他掰过我的手，狠狠咬了一口。真记仇啊！他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他给了我一个暴力，我在你心中就是这种人。我边吃边回复：当然不是。这才哪到哪？ 你只会更坏，气得景宋给了我一个脑瓜崩。他炸毛，我那是怕你饿死，我没法给钱阿姨交代。就说他怎么突然变暖男了，怪惊悚的。吃饱肚子，我整个人都精神了。快看看我嘴干净没？景宋用指腹抹撒了一下我的嘴角，可脏。我他笑吟吟的。 一看就是在说谎，我瞪了他一眼，之后便和他分头行动回了队伍。刚走到拐弯处，程可心拦住了我，他气冲冲拉住我的手，一脸怒意：“景宋找你干嘛？”我甩开他的手，没什么。我话音刚落路，路尽头出景宋，探出个头：“钱多多，你教官找你。”说完，来了一个骚气的 wink。 好家伙，给我恶心的，差点烤肉吐出来！这一幕落到陈可心眼里，就是我俩有奸情，还是我不要脸单方面勾引的那种，还说没什么，不要脸的谎话精！陈可欣面目狰狞，像是要把我吃了。既然你这么想让我们有什么，那就随你心愿喽。我夹着嗓子，两根手指戳戳戳，景宋哥哥。 景宋哥哥说：“我快要被自己整忧了，快点说！”我让他凑到我的耳边。景宋说：“你是个麻袋，什么？贼能装备？”陈可欣像是被点着了的炮仗，噼里啪啦的。你个土包子还敢骂我！我今天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。他扬起手狠狠落下的瞬间，被我一把抓住。 这时，程可欣身后传来声音：“住手！”教官气势汹汹走过来。我甩开程可欣的手，他一脸严肃：“钱多多同学，你怎么能打可欣同学呢？”“Excuse me！” 你再说一遍，谁打谁？我打程可欣，我真想把你头打飞！程可欣红着眼眶。 教官，我就是和钱多多同学说，军训是件很严肃的事，不能随便逃。他他就要打我，真是上好的碧螺春啊！钱多多目无纪律，归队领罚，绕操场跑二十圈。二十圈，这是想跑死我呀！既然说我打人，那我不来点真格，岂不是对不起他？我撸起袖子。 准备把我练了多年的跆拳道技术展现在程可心这个绿茶身上。这时，一份明晃晃的证据摆在了程可心和教官眼前，打脸来的猝不及防。乔宁拿着相机从我身后走到教官面前：“教官，你看，用这张图片作为咱们军训成果的宣传图片怎么样？” 教官看了一眼相机里面的内容，脸都绿了。程可欣更是气歪了脸。图片中，程可欣怒目圆睁的扬手要打我，我才是个可怜巴巴的被霸凌者。程可欣瞪了我和乔宁几眼，眼白都要占满眼眶了。乔宁举起相机就是拍，真美。程可欣最在乎自己的形象了。 拍丑照简直在要他命！你给我删掉！程可欣摆出大小姐架子，张牙舞爪的要上来抢相机，被乔宁反手擒住推开。程可欣见没有机会，就气冲冲扭头就走。给我走着瞧！教官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一向有组织有纪律的教官，竟然连承认错误都做不到吗？ 乔宁的话掷地有声，走出几步的教官和陈可辛顿住脚步，随口一句污蔑，连句道歉都没有。对不起，钱多多同学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教官不自在地道：“对不起。”程可欣的声音和那会比起来，简直是声若蚊蝇。我拍了拍耳朵，可能是你那会打到我耳朵了。 我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啊？程可欣震惊。我明明没，就你长了张嘴会栽赃。我难道不会为自己抱不平吗？乔宁扬了扬手里的相机，他只能默默咽下这口气，大声道：“对不起，行了吧？”幸好乔宁是军训的宣传员，负责拍照，正好拍下了这一幕。要不然我真的百口莫辩。 按我说，我爸就不该给学校捐楼，应该捐监控，每个角落都上监控，让校园霸凌无处遁形。谢谢你，乔宁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乔宁的迷妹了，好飒，好帅。他正了正我的帽子，对陈可欣这种人就要硬气一点，别傻乎乎等着被打。我用星星眼看着乔宁，嗯嗯。 他叹了口气，算了，他要是再找你麻烦，你就来找我。欧耶，帅姐姐罩我，我也是有靠山的人了。之后，程可心好几天都没跟我说过话，就是时不时讽刺我几句。我也不在乎，我不想和这种没素质的人多费口舌。这天军训结束后，他突然邀请我们去吃饭。 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吧？陈可欣邀请我们全宿舍去西餐厅吃饭，本来就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拒绝了他的邀请。钱多多，你该不会是没去过西餐厅，怕去了丢人吧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家在市里开了好几家西餐厅，西餐都快吃腻了，我没去过，我只是和他在一起吃饭。 倒胃口罢了，不去。程可心鄙夷的笑了一下：“你是不是怕吃不起啊？我请你不需要你掏钱。我家在本地能排上富豪榜前三会，会没钱吃西餐。我不明白到底谁给了他高人一等的错觉。算了，这人无药可救了。程可欣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我和他一起去。” 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，我答应了他。我倒要看看他要耍什么花招。程可心穿的珠光宝气，笑得灿烂极了，跟去参加什么宴会一样。吃个饭至于吗？把你那件土了吧唧的衣服穿上呗。我理了理衣领。再说一遍，是你不懂欣赏。程可心咂咂嘴：“钱多多，你最好一直这么土。”我。 乔宁走过来，很好看，很漂亮，就是不识货的东西。你喷了我送你的香水，冷冽又带点雪松的清香。他笑了笑，嗯，我很喜欢。太好了，回去让我妈多配点送给她。我们坐着程可欣家司机的车来到餐厅，这司机怎么看我怎么眼熟。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了，真巧，这就是我家开的餐厅。我家餐厅什么时候重新装修换风格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在大门口东瞅瞅西望望，拿出手机拍照发给我爸。程可心拎包走过我身边，没见识的土包子。我餐厅装修的也太好看了，我给我爸发语音。 程可欣一脸嫌弃：“别说你认识我，太掉价了。”她大步向前走去。“你穿假衣服背假包，我还没嫌你跌份儿呢，你倒说我掉价。”“我的小姐，好久不见您了。”经理迎上来，脸上堆满笑意。“没事，你忙你的去吧。”我们落座，随后服务员端上来很多甜点餐品。我们还没点东西啊。 一个舍友道：“服务员，我们小姐说带朋友吃饭，特意嘱咐的，请慢用。”可心餐厅居然是你家的，你家好有钱啊！程可心轻咳一声：“小意思了，我也没反驳。我倒是想知道他这个逼能装多久。我原以为就我们五个人吃饭，没想他还邀请了别人。” 最令人无语的事还是以我的名义，景宋和几个男生走过来，程可欣满心欢喜的盯着景宋，指了指自己身边的位置。谁知景宋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坐到了我旁边。程可欣坐在我对面，气得眼睛都要喷火了。怎么想起约哥吃饭了？我什么时候约他吃饭？ 我顿时想到，陈可欣为什么执意要我来了？他这是打着我的名号约人，满足自己的私欲呀、啊！我插起一块水果就塞到他嘴里，吃吃吃。他说：“我约你吃饭，你就相信答应了。”他一脸懵逼，真想打他一顿。景颂哥哥，你想吃什么呀？陈可欣把菜单递给景宋。 景宋面无表情，接过递到我手里：“你看看，吃点什么？点多点。军训都把你饿瘦了，滚远！我不想再胖成球了。”我翻开菜单，加了好多新菜，全是英文西餐，就西餐你整那老多花里胡哨的干嘛？我来是吃饭享受来了，又不是学英语。之前就和我爸说过。 我爸说，西餐吃的就是档次、神秘。要是叫什么烤大肋牌子、煎牛肉筷子，这不就没档次了？我伸出手，服务员，麻烦读下菜单，介绍下菜品，谢谢。程可心不屑地勾了勾唇，没见识，连菜单都看不懂。我把菜单给他，你行，那你来。 陈可欣接过菜单，半天没说话。之后服务员来了，他支支吾吾，指了指左上角的英文，这个一看就好吃。服务员面露难色：“小姐，不好意思，那是我们总厨的名字。”周围的空气都安静了，被总厨听到，估计得吓得肝颤。我扑哧笑出了声：“好家伙，你在装，在装啊！” 陈可辛脸涨成猪肝色，我我那是指错了，我指的是下面这行字，对不起，那是厨师长的名字。周围人都使劲儿憋着笑，装 X 不成反打脸。随后，在服务员的介绍下，我们点完了餐。你哪里来的这件衣服啊？景宋摸了摸我的衣服，没等我说话，陈可辛连忙回复。 景宋哥哥是不是超级土气？好丑的！景宋深深的瞅了程可心一眼，好看，而且很不一般。这一针一线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做出来的，针法都很有讲究。总算碰到个识货的了，我自豪道：“我奶特意给我做的。”我靠，奶奶做的！钱小多，咱奶为什么不给我做？谢谢。 那是我奶，跟谁攒奶呢？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想白嫖我奶的手艺。陈可欣坐在对面，脸青一阵的白一阵。我，我也觉得还不错的。陈可欣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好会见风使舵一女的。菜品上来了，我没有继续对他。我右手拿刀，左手拿叉，切割着我面前的牛排。 因为军训时左手手腕扭伤，这个切割的过程就变得异常困难。给我切来气了，我大手一挥，服务员，麻烦给我来双筷子。说完，周围死一般的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我身上。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吃饭罢了。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多顺手啊。 程可欣笑得直不起腰，眼里的鄙夷都要把我淹死了。乡巴佬，连刀叉都不会用。我乔宁的刀子在盘子上划得嘎吱响，吓得程可欣不敢再出声。乔宁，多多怎么了？我左手前段时间扭伤了。景宋把我的手拉过去看了看，什么时候伤的？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？ 他居然没有嘲笑我，眼里满是担忧，搞得我一阵不自在。没事，一点小伤。景宋替我把牛排切好，要为我，被我拒绝了，唧唧歪歪。我是伤了左手，又不是两只手都废了。服务员把筷子拿上来的时候，还给了半蒜。吃肉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这是我在这家餐厅一贯的吃法。 谁吃西餐吃蒜啊？真是没见过世面！面，陈可心的话噎在嗓子眼。景宋，服务员给我来根葱。靠，他是要对我发动口气进攻？景宋冷冷的看着陈可欣，要跟葱土吗？见过世面吗？你这么见过世面，怎么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？ 陈可欣咬紧下唇，被质问得无地自容。只有这种装 X、太过在乎面子而又自卑的人，才会时时刻刻想嘲笑别人没见过世面。吃到一半，我想起之前和爸妈来这里吃饭存的半瓶酒，是瓶好酒，让乔宁和景宋他们尝尝。我报了酒名，让服务员拿上来。 程可心急得差点掀桌子站起来。钱多多，你知道那酒多贵吗？别以为我请客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程可心咬着后槽牙低声道：“我学着他的绿茶样子，这不是你家开的餐厅吗？开瓶酒都不行吗？我是穷鬼，没喝过这么好的酒。”景宋勾唇一笑，在桌子下面给我比了个大拇指。 陈可心的心估计都在滴血。你不是爱装有钱人吗？好好装，看他想发火又不敢发的样子，真爽。到了结账的时候，陈可心看着账单，脸都青了，半天没说出话。趁着几个男生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他把我们几个叫过来，说要诶、哎，不是你说好你请客吗？我抱着胳膊，冷眼看他。 对呀、啊，另外几个室友附和。毕竟 AA 的话，每个人出的钱可不少呢。没有人会为了他装 X 要请别人吃饭而自己贴钱。程可心拉着一张脸：“我说的是我们一起去吃饭，而且还不是钱多多开的那瓶酒要好几万呢。自己耍无赖还要推锅给我。我记得那瓶酒就你喝的最多吧。” 从始至终没有说话的乔宁道：“我不在意。”道：“那我把景颂他们也叫过来一起吧。”程可心急忙过来拦住我：“好啊，在景颂他们面前打肿脸充胖子装大款，在我们面前原形毕露，暴露媚男的本性了。”这时经理走过来：“我们小姐说了，九号桌的单不用买了。”程可心顿时神清气爽。 高傲地仰着头，享受着另外几个室友崇拜的目光。小姐，这次的菜品您还满意吗？还行。程可心的话梗在喉头。经理径直走向我：“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可心才是餐厅的老板啊！”另外两个室友大为不解。经理脸色一沉：“我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了，是看着小姐长大的。” 我会不知道小姐是谁，您说是吧？多多小姐，我点点头，没错。程可心和另外几个室友都惊呆了。室友，你可心，这不是真的吧？程可心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，她捏紧双拳。可可能是餐厅不盈利，我爸买了吧？钱多多正好当了院种接盘侠。 真嘴比命硬，这位小姐，请注意您的言辞，不实的言论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们餐厅从未转让过，而且年净利润都是千万以上，不存在亏损。陈可欣正好一群男生过来，听到了我们的对话，以一种奇妙的眼神重新审视陈可欣。这可是挫伤了陈可欣的自尊心。 他都不惜以装晕的套路来逃避了。我的头好晕啊，我好难受，快扶我去医院！另外两个室友扶着他出门。经理，小姐，咱们餐厅不是有医护人员吗？医护人员来了，他还怎么装啊？到时候讹上咱们餐厅，就得不偿失了。记得回去把钱给我呀，程可心小姐。 我把后面几个字咬中，陈可心一个踉跄，差点从台阶上栽下去。我虽然钱多，但也不是冤大头，我不会去占他们便宜，他们也别想一边骂我瞧不起我，一边沾我的光。乔宁站在一边，扬起嘴角：“多多小姐，我需要你钱吗？那什么，哎，多见外呀、啊，把那新鲜的澳洲龙虾。” 给我宁宁姐端上来，我俩看着彼此捧腹大笑。景颂，我也要，爬远点。此件事后，程可欣对我的态度更加恶劣了，千方百计想扒我黑料，就连我暑期发的朋友圈都被她扒出来嘲笑。那条朋友圈发的是我和我爸回老家帮我奶收麦子的照片，照片中。 我爸只出现了个背影，他穿着普通衬衫，戴着草帽遮阳，一个勤劳质朴的农民形象，完全没有在公司那种挥斥方遒的老板模样。陈可欣就说：“我家是普通种地的，天天打肿脸充胖子。种地的怎么了？农民多伟大！没有种地的他吃个屁。而且我爸他就算再是个大老板。” 我奶一声令下，他也得开着他的百万豪车去给我奶拉麦子。我笑了一声：“我爸是农民，那你爸呢？”居然有人想跟我拼爹！他喜滋滋扬起手里的照片：“我爸是老板，是你望尘莫及的存在。”我定睛一看，是酒会拍的照片，有点意思。我指着最中间的人：“这中间站的是你爸。” 他一脸牛逼，当然了，这不是赶巧了，中间站的人也是我爸呀。他找出一张二人合照，爸倒是我爸，但我爸旁边的人是程可心。我确定以及肯定，我爸对我妈忠贞不二，绝对不会出轨，所以他在撒谎。这 P 图技术真牛 X 啊，真是活久见，见过偷东西的。 没见过偷爸的，你爸好厉害哦！我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声张。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发现了我俩的爹是怎么回事。那天正好我出校门去取快递，碰到陈可心和一个男人走到角落，我一时好奇就跟过去看了看。爸，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到了吗，闺女？ 爸可是托了老板的关系才买到的。程可欣接过男人手里的礼物袋，原来这才是他爸，有点面熟。他是照片里站在我爸旁边的那个笑得一脸谄媚的男人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我爸公司的部门主管，赫赫有名的狗腿子。那马屁给我爸拍的，都快和司马相如有一拼了。 天天在公司秀自己女儿有多优秀，部门同事都快讨厌死了。好家伙，原来是有其父才有其女呀、啊！装狗腿还遗传。回到宿舍，陈可欣就开始炫耀自己带回来的东西，说他爸给他买的东西多珍贵，抢都抢不到，我们这些普通人接都接触不到之类的。我以为是什么稀世珍宝。 原来就是一瓶香水，我越看越觉得那个瓶子熟悉，能给我看看吗？程可心厌恶的瞪了我一眼：“你又不识货，给我摔坏了怎么办？”我好歹是在我妈这个调香大师身边耳濡目染长大的，别人我不知道，但我对香水的了解肯定比她程可心强一点。我不要脸的凑过去看了看。 我直呼好家伙，这不是我妈前两天给我说她新调出的香水吗？更赶巧的是，就是之前送给程可欣被她扔掉的那瓶。她之前弃之如敝履的东西，现在像个宝一样捧在手上夸来夸去，真的不觉得脸疼吗？我都感觉到尬了。你要不要闻闻你的新香水？程可欣嘲笑道。 知道这香水多贵吗？你配闻这么好的香水吗？也不怕鼻子受不住这个福气？我特么警号星号，一直以为网上的奇葩室友是段子，现在看来那是照镜子。这是在我寝室按监控了吧？妥妥是记录我院众生活的纪录片。虚荣的人怎么会放过这个夸耀的机会？ 没过两分钟，他就拿出香水喷了一下，味道传到每个人的鼻子里，是我妈调的那款，实锤了。柑橘的清甜中又带着股微微的涩意，如同花季的少女般热烈而又羞涩，非常有记忆点。室友，这款香水的香味有点熟悉呀、啊，你们发没发现？好像和钱多多送可心的那款。 有点像啊！陈可欣一听这话，立马反驳：“像什么像？他那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，和我这大师调配的限量款的能比吗？”室友尴尬的附和：“也是，也是。对对对，我钱多多送的专属定制就是破烂货，你挤破头买的就是珍宝。双标真让他玩明白了。” 对付愚昧无知的人的最好手段就是捧杀。陈可心你可真有本事！陈可心骄傲的的笑了笑。他要是长尾巴，估计都能翘到天上去。我一脸迷惑发问：“可听说你爸是远程公司的老板，这款香就是他妻子浅浅掉的，也就是你妈，你怎么还要自己买呢？”陈可心有一瞬慌乱。 随后大言不惭道：“怎么了？我们家不爱走后门，就算是我妈调的香，也得经过官方渠道买。好一个不走后门，厉害，真厉害！这不仅偷我爸，还偷我妈。”陈可欣一脸戒备：“你问这干什么？”我漫不经心道：“哦，没什么，就是恰巧啊。我妈也叫浅浅，也和调香打交道。” 乔宁在床上看书，露出一个看透一切的蔑视笑容。陈可欣当下就急了，他快步走到我的床边，仰视上铺的我：“钱多多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”我戏谑笑笑：“没什么，你就当我开玩笑吧。”随后我拉紧床帘，任凭他再怎样质问，我都没回应。我就是不说，急死你。 床帘露出一条缝隙，刚好能看到程可欣慌乱质疑的表情。他喃喃自语：“不可能，一定是他在说谎。”我淡淡一笑：“我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，他还是坚信我在说谎。果真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”就这样戳穿他，也太便宜他了。装 X 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捧得越高。 越坚信自己的身份，摔得才会越惨。也不知道景宋这人抽什么风，中秋节那天送了我一大束花，说是一朋友送女朋友买多了，顺手扔给他了，他不想浪费就给我了。当我是垃圾桶吗？我看着这一大束九十九朵玫瑰，陷入沉思。好家伙，景宋这朋友是个渣男啊！ 这花还能买多几个女朋友啊？我和景宋吃饭的途中，他一直坐立不安，欲言又止，看得我很是疑惑。你痔疮破了？景宋，景宋皱着眉，耳垂微微泛红。钱小多，我就不该对你抱有什么幻想。他幻想什么？他向来有话直说，什么时候这么墨迹了？ 又是让我小心冰饮，又是让我慢点吃甜品，我差点扔筷子走人。好不容易吃完饭，我要找乔宁去玩，他拦住我，偏偏要我和他赏月。怎么活了十几年没见过这大月亮啊？他一脸委屈。乔宁重要还是我重要？我想都没想，乔宁。他怎么好意思拿自己和乔宁比？ 他配吗，景宋乔宁？你今晚最好别睡太死。我看着他低头喃喃：“你一个人瞎嘀咕什么呢？”哦，没事。景宋搂住我的脖子，把我拖走。反正我不管，你陪我散步。景宋，我真想把他头打飞。我和宁宁姐的二人时间啊，我们漫步在校园里。 我抱住一束别人不要的玫瑰花，像个呆头鹅一样，听景宋东拉西扯。要不是顾念这么多年邻居情谊，我早给他踹了。景宋慢慢靠近我，他含情脉脉注视着我的眼睛。你看今晚的月色真美，我都对这种眼神习以为常了，因为景宋这人看电线杆都深情。我抬头一望。 云彩把月亮堵得严严实实的，有个鬼的月亮！景宋，你要不要听听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这人眼瘸了！我不知道自己那句话惹这位爷生气了，他转身就走，临走前还带走了他的垃圾花，没走出几步，又折返回来，把花往我怀里一塞，想明白了吗？后悔了吗？我。 趁我没发火，你给我快点走！我对景宋已经忍无可忍了。景宋谨慎的后退几步，一张脸上异彩纷呈，委屈巴巴又难掩生气。钱小多，你这个绝情的木头！说完，气冲冲走了，还忘记带走了他的垃圾。 回到宿舍，就看到程可欣坐在桌前，目光死死追踪着我，像是要把我吃了。他质问我：“你到底怎么勾引景颂，让他给你表白了？”啊，别吓我呀！景颂什么时候给我表白了？莫非就是那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？这也太含蓄了，谁能听得出啊？感谢他的内敛。 要不然我得在楼下扣出一座安全屋，这着实是中秋节的一份大礼了。程可心走过来推搡我：“你说话呀！”我把花狠狠往他怀里一塞：“景宋给我表白，你嫉妒了？那正好，这束花是我和景宋爱情的见证。你这么喜欢，那就送给你吧。他喜欢景宋，我偏不让他如意。” 打蛇打七寸，杀人要诛心。陈可心气急败坏的怒吼：“钱多多，我捂住耳朵，赏了他一个白眼。”尖叫要是能解决问题，驴子早就统一世界了。我懒得和他争辩，现在满脑子都是景宋暗戳戳给我表白这件事。只要我装死够呆，景宋就奈何不了我。 自此，陈可欣更加视我为眼中钉、肉中刺了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他恨我到这种程度。陈可欣不惜使出栽赃陷害这种阴招。那天刚上完课，我和乔宁一起回到宿舍，陈可欣急急忙忙的在找什么东西。可欣，你什么东西丢了呀？一个室友问我：“前几天新买的香水不见了。” 那可是限量版，有钱都买不到。天天跟个宝贝一样，恨不得抱着睡觉。怎么会突然不见了？室友，你再想想，是不是落在哪里了？我都找遍了。我坐在床上边吃薯片边看他们三个能搞出什么名堂。我在你们柜子里找一找，都没意见吧。虽说是对全宿舍人说的。 可是目光独独对准了我，这要是没点什么都说不过去了吧？其他人都同意了，不行！你凭什么乱翻我的东西？我直言不讳，他摸我东西我都嫌弃，和他在同一个宿舍呼吸空气已经是我能容忍的极限了。要不是学校规定大一不能校外住，我早搬出去了。 钱多多，你是不是心里有鬼？我不屑的翻了个白眼。没想到陈可欣这人不讲理，直接上手。没等我同意，他就翻起了我的柜子。我在上床下来的时候，衣服已经扔得到处都是了。乔宁把陈可欣从我的柜子边拉开。乔宁，陈可欣，你别太过分了。陈可欣阴质一笑：“找到了，小偷女。” 他从我的衣服堆里找出那瓶香水，原来如此，这是几个人演戏要给我扣小偷的帽子啊！就那香水，我要多少有多少，至于去偷？我冷着脸，程可心栽赃好玩吗？什么栽赃？就是你个穷鬼，嫉妒我，偷我东西，不知道景宋怎么会看上你这种手脚不干净的小偷？呵，真是开眼了。 陈可辛一副善解人意又高高在上的嘴脸，真叫人恶心。只要你在学校万能墙上主动承认自己偷东西的事实，并且给我道歉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。我品味着这几个字，你不救我，可要救一救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学校万能墙正好弹出最新的消息。 我实在不敢相信，上大学还有这种偷东西的人。大家都是经济系的同学，我不想说出我舍友的名字，可他真的太过分了。我知道他家庭条件不好，连名字都盼望着富贵。于是我在宿舍小心翼翼维护他自尊心，没想到最后却纵容他成了一个偷东西的白眼狼。 程可心这篇八百字的小作文真是可歌可泣，句句不提我的名字，可句句都在说我。他成了光明伟正的好舍友，我成了泥坑里偷东西的臭虫。难为他费心提前编好了，我直接打开拨号键。喂，幺幺零吗？警察同志，有人栽赃我偷东西，对，就在华大。 程可心上来夺过我的手机，他大惊失色：“你怎么报警了？”我一闪躲过他的手，这种说不清的事还是交给警察来比较好。你不是爱闹吗？那就闹大一点。我扯着他的胳膊：“走吧，去去哪？辅导员那里，让辅导员先评评理，这样看客才会更多。” 程可心站着半天没动作，你该不会是心虚了吧？走就走！我用卫生纸包裹住赃物。势利眼辅导员不愧是收过礼的，一边倒的向着程可心。开始还好言相劝，完全不听我的解释。见我油盐不进，直接威胁我，给我甩脸子。这事闹大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 这点小事也不用惊动警局，打个电话跟他们解释一下说，说咱们私下解决。钱多多同学，可心同学说了，只要你道歉就可以原谅你，你也不要不识好歹。程可心神气十足地站在辅导员旁边，真是一丘之貉。你拽个毛线啊，多多多多，是景宋的声音。 我往门口一看，黑压压的人把导员办公室门口堵得水泄不通。对了，程可心不仅在万能墙发了消息，还在我们班群说了我偷东西的事。这些人都是来看我多么卑鄙，怎么低头认错的？我爸妈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趁着人多，这次我就要彻底扒下程可心这层装 X 绿茶皮。 景宋拨开人群，匆匆忙忙跑到我身边，粗喘着气。他双手扶着我的肩膀，担忧的打量我，问我有没有事。他揉了揉我的头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别怕，我相信你。本来我一点也不难过的，即便有什么多人诬赖我，因为我知道我没错。但景宋这么温柔的安慰我，无理由的袒护我。 我就感觉心堵的难受，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。乖乖受委屈了。他站在我身边，我指到他的肩膀处，他的大掌轻轻盖住我的眼睛，挡住我微微泛红的眼眶。景宋哥哥，钱多多就是个不要脸的小偷，他都是装的善良。景宋厉声呵斥：“闭嘴，离我远点！多多不是这种人。” 你少污蔑他！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凶过。陈可欣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。导员把茶杯疼的砸在桌子上，宋拉着一张脸：“你是谁？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掺和？”景宋把我搂紧：“我是钱多多的未婚夫，他的家人。你说我又没有资格？”他说完，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了。 我都不会思考了。我错愕的抬头看景宋，他的神情严肃又认真。我都怀疑我耳朵出问题了。陈可欣一双眼睛好像要喷火，把我烧成灰。我女儿偷什么了？我妈挽着我爸的手走进来。爸爸，他们的宝贝女儿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我爸给我一个放心的眼神。 我妈拉住我的手，拍了拍，陈可心的下巴都要惊掉了。可心那不是你爸吗？室友在一旁低声道。陈可心咬着牙，闭嘴。我冷冷一笑。对了，爸，你什么时候在外面认了一个女儿？我这位室友可是说她是远程公司老板的女儿。我爸连忙撇清关系。我只有你一个宝贝女儿。 我可没这么糟心的闺女，程可欣脸红的都要爆炸了。毕竟程可欣在全班面前承认自己的身份，这下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了。门外的人跟吃到什么大瓜一样，一个个眼睛亮晶晶的，交头讨论。他语气慌张：“不，不是这样的。”导员轻咳一声：“多多爸爸。” 多多偷拿了可心同学的一瓶香水，导员阐述了事情的经过，但是态度和那会儿天差地别。见我爸妈不好惹，身份不一般，就开始和稀泥，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可真是会见风使舵。老师，你那会儿可是让我别不识好歹的。我爸冷哼一声：“不识好歹。”郑老师好大的官威啊！ 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这华大改名叫正大了。我爸几千万的生意丢了，都没这么生气过。导员脸色有些难看，从椅子上弹起来，连额头的汗都来不及擦，连连否认我的话：“呵，你当我爸是你爸？会信你的鬼话？”我妈一脸端庄得体，听说这位同学是弄丢了瓶香水，是吧？ 我对香水略通一二，能让我看看吗？我妈打量了一下，笑了笑：“多多，这香水咱家不是有很多吗？之前你还特意送给过同学的。”下意识告诉大家，我绝对没有偷东西，都是程可欣在自编自演。对呀、啊，就是给他了，他还扔了。程可欣的脸已经发白了，我一步步向他走近。 想起这个味道了吗？开学你说难闻劣质的，或许你知道你奉为珍宝的香水的调香师是谁吗？浅浅，浅浅又是谁呢？陈可欣被我逼在墙角，我妈妈，而不是你妈。门口的人激烈的讨论。好家伙，半天陈可欣的身份是假的呀？那他吹什么吹？他有什么是真的呀？ 好虚荣啊！真是活久见，偷别人爹还偷别人妈，这才是小偷女呀、啊！真装，她不是最喜欢装 l e x 吗？继续装啊！程可欣摇着头，心虚的躲避着大家审视的目光。没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家有钱的，我爸是老板，我没说谎。我想了想，恍然大悟道。 你爸不是我爸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吗？叔叔什么时候还搞兼职了？我爸公司庙小怕事，容不下叔叔这座大佛，还是放叔叔自由，让叔叔在自己的公司大展拳脚吧。我要让我爸下达解雇陈可欣他爸的通知，被陈可欣阻拦。别别解雇我爸，别告诉他，我我那都是开玩笑的。 我根本就不会跟我爸说这些，而且我爸怎么会听我的话草草决定公司职员的去留？我爸秉公无私，更不会因为家属否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。我只不过诈诈他，让大家看到真相罢了。一会儿慌慌张张进来了个男人，钱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校长笑得满脸褶子，要和我爸握手。 我爸看了一眼，没有回应。校长讪讪放下手。我女儿来学校是来学习成才的，而不是被人泼脏水、栽赃构陷的。校长抹了把汗，连连点头。校长首先处罚了导员不分青红皂白指责同学的行为。人群中不知谁说了句“导员还收礼了”，导员腿都软了。 连忙否认这回事，迫于所有人的压力，校长表示停职调查。导员跌坐在椅子上，久久没有回过神。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他逃不掉了。这时，门口的同学为警察让开一条道，警察进来了解了事情的经过，结果已经很明显了。陈可辛直接慌了。 他手抖个不停，他抓住我的手，钱多多多多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是我卑鄙诬赖你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别送我去警察局好不好？景宋把我揽在怀里，掰开他的手，现在知道错晚了。程可心跌坐在地，慌张的掉眼泪，不行，不能去的，会留下案底的。 我的人生不能有污点，求你了，我真的不会再犯了。多多，我知道你最善良了。我后退一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把那些恶毒的词语，什么土包子、穷鬼、穷酸、吃不起饭，灌在家境不好的同学身上，会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影响？你过的是嘴瘾，可能影响的就是别人的一生。 他们一生都要活在这样被嫌弃、被看不起的阴影之下，而你一丝一毫都不会认为自己有错，只会认为他们的命就是贱，活该被你看不起。程可心呆坐在原地，摇着头。你又想没想过，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同学，没有那么多人为我说话、给我帮助，我被诬赖构陷时该有多无助？会对我一生。 造成多么大的伤害！你一时兴起，为了满足私欲，栽赃我，这难道不会毁了我的一生？而这些你通通都没想过。我居高临下看着他，那你凭什么让我放过你？你的人生不可以有污点，别人就活该被喷得满身污泥吗？陈可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他被警察带走。 善恶终有报，他应该为自己做出的事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虽说可能都达不到立案的程度，可只要让他心中产生敬畏就足够了。事后我问景宋，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一时兴起解围，还是我不想再逃避了？景宋认真道：“我对你从来没有说过假话，也从没一时兴起过。” 我的心被奇异的触动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好像从没这么认真看过景宋。他在我心里的形象，好像一直都停留在初中那个爱捉弄人、风风火火的男孩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俨然已经成了我无助时下意识想寻找的依靠。他好帅，让人好有安全感。他好像也不是看谁都深情。 都谁都好，只是在我面前温柔，展现出他鲜活的一面。他的眼睛好像有一汪春水，让我沉溺其中。你之前说今晚月色真美，我搂住他的脖子下压，在他唇上轻轻一吻。我觉得你比风更温柔。